说好是团建，怎么能少得了蟹老板呢？上脚分享一下这款361度今日推出的海绵宝宝系列配色大三 Future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则是蟹老板的一个配色，整体的配色而言相对的清新且又耐看，同时也匹配着蟹老板这一人物，是以清凉的蓝色为主色要进行打造，鞋带以及提环处呢则是以蟹老板本身的颜色红色进行点缀，一蓝一红这样的一个色调碰撞带来的视觉感官呢还是相对不错的，同时鞋舌以及附赠的一个吊坠呢都有着蟹老板的一个形象进行呈现，对于配色上的一个点题。而大三 Future 本身的实战表现就很是不错，鞋面是以碳丝科技进行打造，金石透气的同时鞋面强度亦是不俗，鞋子更是有着一体式的 TPU 包边，给予防侧翻以及侧墙支撑保障，后跟处更是有着泡棉材质给予充足的填充，并没有掉跟倾向出现，中底科技方面更为豪华，上层的脂肪足超临界结合着下层的全掌超临界，同时中部还夹着全掌的铲型碳板，能够带来软弹舒适的脚感体验以及相对不错的缓震反馈，突破时的脚感回馈很是不错。大体而言是以水晶底进行打造，因此更为推荐在内场穿着，那不知道这款配色如此吸睛，同时也匹配夏日所需清凉的蟹老板配色，会否成为你的日常实战好鞋选择。